家好啊！今朝阿拉来讲讲牙膏，一个电器牙膏是吧？我是已经用了四个号头，因为自家牙齿不好，经常会得选眼牙膏用用。一箱电器牙膏，整整有得十一支牙膏，黑岩小苏打牙膏有得五只，一只歌词五人牙膏，还有两只两百牙膏，八只送了个三只小的三十块一只的美白牙膏，还有两把牙刷，今一把已经用坏脱了，搿把辣海用。有点啥个好吃啥么子，我大概视频里不好讲的，我那个么子给大家看看。歌词五人牙膏，海盐小苏打牙膏，小的三十克一支的美白牙膏三支。第七呢就是三七，搿只牙膏呢，伊拉是从1945年就开始生产了。那么搿次活动呢，有五支海盐小苏打牙膏，三支歌词五人牙膏，三支三十克的小牙膏随机发放，两把牙刷。共十一支牙膏，两把牙刷，性价比极其高，物有所值。今朝个视频就到搿结束，大家看看。